你就不能像蓉一样磕在手里，磕完丢垃圾桶里啊，对吧，蓉蓉？嗯。本来想着今天带你们去旅游的，现在想想算了吧。哎，三哥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三哥，刚刚我不应该这么对你的。是啊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们好不好？我原谅你们了。那我们……好好好，那我们走吧。三哥，不是说出去露营吗？是啊。出来吧。这是领域，现在就等着唐三自投罗网了。你们到底是谁？武魂真身。武魂殿。饶骨托吸收了你的魂力，我就可以到达化龙境界。唐三，不好，小舞有危险。无敌金身。唐三，你今天跑不掉了，武魂真身。牛奶和可乐是不能一起喝的，可乐会导致缺钙，牛奶可以补钙，一起喝不就抵消了？我给你做个实验，牛奶倒入可乐，牛奶中的蛋白质就会在可乐的酸性物质下就会产生结块，服用后会导致消化不良，这样你还敢喝吗？这样玩我的狗，我把它看成亲生儿子一样对待，知道对我有多重要吗？你完了，这是小五的口红，委屈你了。小五狗不小心把你的口红给弄断了，这也行？养狗一世，用狗一时。花万岁！我是不是过分了？是很过分。还不是因为你，女孩子嘛，你只要哄哄就好了，你只要。嗯，女神，你的礼物。这什么呀？我今天不是惹你生气了吗？奥斯卡，我的唯品会衣服呢？啊，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。三哥，你不要老是玩游戏，没事多看看书。去把门关上。你不许告诉小五。完了，芭比 Q 了。哎，小五，稍安勿躁，你罩着我，我来搞。柔柔，快帮我想想办法。等一下，你就……三哥，你怎么变成我的样子了？小五，你相信我，我才是真的半神像。蓉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三三跟我一直在这里。蓉蓉，三哥，你们……好啊，唐三，你敢骗我？八段第一魂技，看你！命蓉蓉，唐三，月光轰天煞。哎呦你妈！跟我们都到家了。家住哪儿？我送你们回去。我要吃饭。怕你们了，吃饭就回去。奥斯卡，蓉蓉帮忙啊！来了，走。爸比，现在还怕老婆吗？哦，怕老婆？怎么可能？你叫我啥？爸比呀、啊！你们别乱说话。小五，他们叫三哥爸爸。睡衣。唐三，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。我叫唐三，来自斗罗。吃完就回去。嗯。先说好，吃可以，不许跟着我。给。哦。是不是吃不饱？嗯，
魂骨技，柔骨兔分身。哇！吃吧。谢谢哥哥。哇！慢点吃，不够还有。嗯。对哦，没钱可以把闲置的手机放到转转上回收了换点。哥哥，转转是哪个店啊？远吗？不用出门，他们会上门来收的。转转是一家特别优秀的二手手机回收 APP， 可以预约上门回收服务，工程师待会儿就到，回收可专业了，而且卖价还挺高，拿到钱可以买更多好吃的。娘，之后有段时间就不用愁了。哥哥，我们吃好了，走，送你们回家。国庆节爸爸妈妈怎么没带你们去玩啊？妈妈要加班，爸爸是军人，不能陪我们。怕老婆？怎么可能、你叫我啥？爸比呀。你们别乱说话。小五，他们叫三哥爸爸。睡衣。唐三，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。冤枉啊，你们快帮我解释一下。我叫唐五零，我叫唐五头，我们来自千年之后。千年后，神界大战，为了我们的安全，爸比打开时空之门，送我们穿越过来。我的武魂是光明龙神蝶，我的武魂是蓝银草。小五，这两个武魂都跟你没关系。嗯，专业，调皮，武魂是存在变异的，这点常识都没有。对了，丝绒妹妹跟单念七妹妹呢？丝绒上学去了。等等，竹七你也有小号啊？大家都挺能生啊。老板，这个笔不是彩色的，能换一盒吗？你瞎啊，这就是彩色的，赶紧给我出去。骗子老板，这笔明明没有颜色。大叔，到底是什么颜色呀？这次画画作业再画不好就别来上学了。都这么大了，颜色都不会分。大笨蛋，大笨蛋。用这个。树是绿色，充满生活气息。太阳是蓝绿色，温暖我们的世界。好漂亮啊，小朋友真棒。谢谢哥哥姐姐，不然同学又要笑话我了。看着很温馨嘛。你想看见全真的颜色吗？想，但是有什么用？想就有用，超级恢复大香肠。欢欢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吸管都这样了，我打不开了。简单，看好了。嗯，三哥你真厉害。那还用说？谁打的电话呀？不是我的。我手机在你手上是吧？不想我报警的话，你赶紧给我送过来。不是，我现在在文艺路。这人什么态度啊？算了，他应该很着急，给他送过去吧。都这么久了，打个电话问问吧。好。你手机还要不要了？我现在有点忙，等一会儿。要不我们……你们在哪里呢？我到了。我们在花园小区门口。我到了，没看到你们啊。动物园，你快点。你们到底在哪里？游乐场。你耍我了。我错了，手机。哪里错了？我态度不好，我不是人，我不该道德绑架。知道错了就好。谢谢。我是唐三，来自斗罗。三哥，你要吃糖还是吃巧克力？不吃，长期过多的吃糖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，小孩子会更容易导致近视，危害挺多的。三哥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问吧。如果我掉到河里面，你是想吃糖呢还是想吃巧克力？吃席。你
还好没跟来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8块。哎，帅哥，买东西吗？那你接着挑。喂，你干嘛？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以后你不要在这里摆摊了。我哪里得罪你了？我只不过是自己做点小买卖。哎，这人怎么回事？别人生意做得好好的，碍着他什么事儿呢？拍视频曝光他。这人到底想干嘛？我觉得他这里有问题。让开。你。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听啊，要讲究方法的，我来。不吹牛会怎么样？切！利用非牛顿流体原理，把口香糖捏成一个锥子形，把椰子快速度的砸下去，椰子就打开了。牛啊！这叫科学。别跟着我！我做错了什么？天天画成这样，出来吓人吗？我觉得挺好的呀。如果你只是嫌弃他的妆容，那很好办。又想搞什么鬼啊？还没完。海神印记收。别让心魔入脑，对他好点。谢谢你，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海神唐三。我叫唐三，来自斗罗。给你吃。不许再跟着我。赶紧回家去。饿。吃完就回去。嗯。这样太慢了。魂骨魂技，柔骨兔分身。好啊，拿我魂骨技做套。吃吧，饿死鬼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比小五姐还能吃。大哥再见。再也不见。刀子嘴豆腐心，还得洗碗呢。哎，不是吃饱了吗？三哥，好久不见。我叫唐三，来自斗罗。小朋友，你怎么坐我家门口啊？我不会说话。那你家住哪儿呢？又来一个。饿。吃完就回去。魂骨技，柔骨兔分身。哇！吃吧，我厨艺可是相当棒的。哦，有这么难吃吗？原来是辣的呀。哥哥，我就住对面，不用送了。那你路上小心哦，这个送你。谢谢你啊，三哥。你会说话呀。我是唐三，来自斗罗。紫极魔童，快醒醒，快醒醒。你干什么？臭你睡觉很危险的。多管闲事。救了你一句谢谢没有就算了，还敢凶我。哼，等一下，难道要谢谢我，然后给我一袋子钱？你把我车门都敲坏了，快赔钱！我不是故意的，而且你看我像有钱的样子吗？你今天要是不给我救了，你就怎么样？你第一魂技缠绕，鬼影迷踪，怎么动不了了？你没事吧，三哥？你个怪物，你放开我！你骂谁呢？快放开我！
今天他可是救了你一命，如果紧闭车窗，开着空调在里面睡觉，车内空间狭小，会导致车内氧气越来越少，而呼出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。当车内二氧化碳浓度达到一定指数，人就会出现昏迷、缺氧等情况，重者可导致死亡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可以放了我了吧？你还要干什么？我知道错了，给他道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事情解决了，我先走了。三哥，快问！我叫唐三，来自斗罗，给你吃。不许再跟着我。赶紧回家去。饿。吃完就回去。嗯。这样太慢了。魂骨魂技，柔骨兔分身。好啊，拿我魂骨技做菜。吃吧，饿死鬼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比小五姐还能吃。大哥再见。再也不见。刀子嘴豆腐心，还得洗碗呢。哎，不是吃饱了吗？三哥，好久不见。我叫唐三，来自斗罗。谢谢你啊，小朋友，这是一朵愿望花，每朵花瓣都能实现一个愿望。哥哥，我好像被骗了。你没被骗，不信你摘一片试试。真的吗？闭上眼睛数十个数。好，一二，鬼影迷踪。愿望真的可以实现。我想要好多玩具。我要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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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开心啊，我还要。要不我还要吃全家桶。造孽呀。干嘛？我想要实现一个大愿望。是什么愿望？过来。什么？过来。嗯。冰箱有菜，自己去做。小五，能不能给我10块？我想买。他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啊，10块钱可以买一天的菜了。不给我零花钱，哼，别让我找到。藏哪里去了？这肯定是什么好吃的。小五竟然吃独食，味道不错，就是有点卡喉。要是能来一瓶矿泉水就好了。啊，这难道？我要一辆跑车。哎，三哥，昨天蓉蓉买了辆摩托车带我去兜风，老帅了。这有啥？小五还开四轮的呢。吹吧，小五还开四轮的呢。蓉蓉还开。小五真开四轮车？难道？三哥，我们去兜风吧。啊，小五，小区有个选美比赛，你不敢参加吧？你不参加。谁说的？选美比赛小五一定会去参加的。三哥，我不喜欢参加选美比赛。小五，没事儿，我们光脚不怕穿鞋的。不会吧，真的实现了？三哥，你嘴真神啊，我要发财了。发啥呆，买鞋去啊。好。哎呀，谁在说话？神笔马神。神笔？对，神笔马良，听过吧？哎，你要干嘛？那让我们开始吧。玩够，小五，这个送你。
感谢三哥。我要好多好多钱。这爱很大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所有花花产生的物品都会从你身上扣除费用。什么？小五，我快找到你了。嗯，人呢？我去参加学院精英大赛去了。母老虎不在，真要么真开心。好你个唐三，看我出来怎么收拾你！走，看美女去啊！你就不怕小五打你？我会怕他吗？我都是让着他而已。哎呦喂，我咋就不信呢？走走，奥斯卡，你去了打断你的腿。怎么了？我好像听见蓉蓉的声音了。没有啊，你是不是幻听了？走走走，小五翻坐好。我过几天就放你们出来。你在跟谁说话？就我一个人。哥，我在这里，他是听不到的。小五，等下再收拾你。大哥，大家都在等你许愿呢。许愿？快点，大家等着你呢。生日快乐！嗯。今天不是我生日啊！到生日！唐三，你是不是忘了今天我生日？小五，切蛋糕了，来了，这次就放过你。小五生日快乐！快许愿啊！不对，子期，魔头。三哥，救我！放开，小五。你别伤害小五。唐三，看清楚了。我叫唐三，来自斗罗。实在对不起，把您的车给刮了，我有急事，您再看看后面。但是我看了，这附近没有监控啊，你们拿我怎么样？蓝银领域，经过这里，在这里经过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鬼影中部，我老婆对狗过敏，只能每天给你带点吃的了。这个解释一下。我，对不起。这只狗狗就当我车的陪同了。我叫小舞，跳舞的舞。哦！不许再跟着！哎呦我的妈！跟我们都到家了。家住哪儿？我送你们回去。我要吃饭。怕你们了，吃饭就回去。奥斯卡，蓉蓉帮忙啊！来了，走。爸比，现在还怕老婆吗？不、怕老婆？怎么可能？你叫我啥？爸比呀、啊！你们别乱说话。小五，他们叫三哥爸爸。是鱼。唐三，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。我讨厌我的爸爸，因为爸比你在干什么呢？嘘，小声点，别被你妈妈听见了。我的玩具呢？什么玩具？你是个骗子！哎，总感觉少了什么。今天唐五零生日，我们带他出去玩。唐五零。你醒了，是不是把我忘了？我讨厌你们，家长会也会忘记你，同学们都笑话我。
友，傻逼都有私房钱，都不给我买玩具。不是这样的，不。现在你可以睁开眼睛了。哇！我是唐三，来自斗罗。我外卖怎么还没有到？你不会自己下来拿？我有事走不开。你再不下来拿，我就拿回去了。第一魂技缠绕。哎哎，这误会。小五，你点的外卖怎么还没到？我打电话问问。哦，我的外卖怎么还没到？我现在小区门口呢，自己下来拿。你给我等着。好，我等着。三哥，他欺负我们。又是你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哇，刘星。三哥，我们都一天没吃饭了，好饿啊。你们等我一下。三哥，这是什么？你们先吃点，我去做饭。三哥，你发财了吧？买这么多零食。这是我在拼多多1块钱抢的，他们现在有活动，1元就有机会秒杀到3只松鼠巨型零食大礼包，足足有6斤30包小零食，点击视频左下角链接就能参与。不对，你不是让我不要多吃零食吗？其实我是打算自己吃的。蓉蓉救我，上次的零食就是三哥吃的。蓉蓉，你这个叛徒。爸，滚，睡。我是唐三，来自斗罗。三哥，你在家吗？我不在家，我在森林里探险，我刚发现了一只母老虎。哦，叮叮叮。哎，我钥匙掉了。你掉哪里了？我知道掉哪里了，我还要跟你说吗？你敢凶我，第一魂器邀功。你们家有厕所吗？借我用一下。没有，我们都是外面解决的，我刚刚还解决了呢。你们是认真的吗？你说呢？三哥，你要睡觉了吗？三哥睡着了。真睡着了？你没看到我在吃饭吗？吃完饭我还要去跳舞，我精神很好呢。去，现在去跳舞。叮叮叮。哎，干嘛？你让开！欺负一个老人算怎么回事？妈，我回来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我想为你多做几顿饭，看我以后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哎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好意思，你奶茶多少钱？我赔给你。算了算了算了。妈，你干嘛？快跟我回家。这是我闺女最喜欢喝的奶茶，我要带回去给她。老板，这些多少钱？16块。好。妈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找我女儿。我就是你女儿啊。你不是，你是骗子。我妈得了阿尔兹海默症，雪糕多少钱我赔给你。算了，我知道她在哪，我带你去找她。妈。妈。把这个给你妈妈吃，你妈妈的病就会好了。怎么了？喂，爸爸，你终于接电话了啊。爸爸，我恨你。怎么又是你？爸爸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哄你的。你到底是谁啊？爸爸，我知道错了，不该哄你。怎么又不听话了？真不好意思，他爸爸很多年前就出车祸去世了，我一直在骗他。之前的这个电话一直没有删，没想到他竟然打通了。喂，欢欢，今天乖吗？乖，我今天考了100分，我同桌才考了60分，还被老师叫爸爸去学校了呢。那你要加油，千万不要让老师叫你家长去学校啊。爸爸，我一到晚上就特别想你，
想到枕头都湿了。爸爸也想你。爸爸，我今天考了60分。你是不是故意没考好？爸爸不喜欢不成熟的孩子。那你回家吧，我求你回家吧，求你了，求你了。我手机坏了，我怕他找不到我会难过。给这手机要不少钱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转转上买的二手苹果12，才2000多呢。啊，二手的，看不出来啊。是啊，蓉蓉他们都是在转转上买手机，就这一台比新机便宜了1000多呢。我赶紧给他打电话，我怕他找不到我会很难过。欢欢几天都没打到你电话了，都感冒了，怎么也不吃药，你能不能过来看看？好。爸爸，我好想你，虽然我知道你并不是，但我就是想见你，我也是故意装逼的。唐三，你太过了。我干嘛了？别送了，还有我的脸。蓉蓉，你看到唐三没？唐三，你怎么在我房间？你们是不是忘了一个人？韩神香。是时候回击了。嗯。给。想整我？没有，我特意给你买的。谢谢三哥。怎么有股怪味？提米，你不乖哦，你吃了剩下这么多，还来孝敬你白阿姨啊？你们冒充我整我们，我们只是反击。冤枉，我没有。他确实没有。